大家好，我是 Honey。Hello, my name is BK in YGF。이번에안무컨셉은이번경연을여러팀들이여러걸그룹팀들이준비하고있는데그걸그룹무대들중에서제일화려하고스페셜한무대를만들기위해서경쟁자들을다이길수있는이무대를다평정하겠다는그런여전사의컨셉을가지고안무회만들었습니다老师帮忙编 Sunny Perfume 的舞蹈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当中很多团也参加，所以想要最华丽的舞蹈，加上很 special 就很独特的，然后希望我们的 Sunny Perfume 把所有的团当中最好的成绩、最好的成果，希望就是获得这样的方式，就是最厉害的战士的那种。저는보니가제일인상이있었는것굉장히한국스러운느낌도있고대만스러운느낌이굉장히잘섞여있는멤버에다가그리고이저희첫무대보면이제센터가지금보니인데그첫인트로파트에그무대의중심을굉장히잘생각보다잘잡아줘서이써니퍼품의무대가조금더빛날수있게된것같아서인상깊었던멤버는보니고생합니다他说我们써니퍼품的队长就是波尼，因为他觉得他有韩国的味道，也有台湾的味道，所以他两个都在他的外在上面都有，所以他觉得印象深刻。然后因为现在我们这一次最后公演的比赛的 intro 就是开场的部分，是我们的 Bonnie 是就是 center C 位开始，因为整个舞台一开始的 C 位很重要，因为大家都会很专心看。那 Bonnie 把这个做得很好，所以老师觉得，因为 Bonnie 的这样的开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会更发亮，所以他觉得 Bonnie 很棒。Blackpink 콘서트자체가워낙월드투어이고그리고굉장히규모가큰콘서트이기때문에준비과정도길고그리고이제투어기간도거의1년동안하는투어이기때문에준비기간과투어기간을총합하면은1년이라는시간동안을한공연이기때문에굉장히체력적으로체력적인문제가제일힘들었고하지만50회가넘는공연을하면서이제블랙핑크멤버들이랑이무대에서이제서로서로소통하면서무대에서같이이렇게커뮤니케이션되면서하는무대콘서트할때만은진짜너무서로블랙핑크도그렇고우리댄서들도그렇고굉장히서로서로즐거워하는마음으로하고있어서그런무대에서공연할때가제일재미있고이제뭐힘든거는이동이라던가또뭐시차뭐이런체력적인거뭐그런因为他说 Blackpink 的演唱会的规模其实很大，不是一个小小型的活动，很大的规模的演唱会，而且他们是差不多五十多场的，就是全球的巡回，所以对他来说最辛苦的是体力方面，因为他们结束要一下就是飞，然后一到了就是没多久要准备上台。所以他们体力，他说他体力方面是最痛苦的，而且准备的时间跟这样演出的时间差不多即将一年多，所以对他来说最辛苦的部分就是体力上的，就是时差还有一些。但他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舞台上跟 Blackpink 一起共演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演唱会就是看过的人应该会都知道，就是 Blackpink 主要当然是主角是 Blackpink， 但 Blackpink 的很多舞台的演出的一部分是跟他们 Blackpink 跟 dancer 会有相处交流，一起互动的。所以他说跟他们一起互动的这一块，这个时刻的时候，他们觉得前面的那些辛苦的都是没了，所以他觉得最开心的是舞台上跟他们一起共演的时候，辛苦的是结束后或者是前面的，就是那种过程。Jenny 가제일춤을매력있게제일잘춤제니가춤도잘추지만그거를
자기만의 것을 소화하는 능력이 너무 좋아서 그리고 춤이 굉장히 매력이 그래서 난 제니가 뭐 춤도 잘 추지만 자기 걸로 소화하는 능력 그게 아티스트가 가져야 될 능력 중에 제일 중요한 능력이라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제니를 他说 제니 因为他觉得当然是要跳好 也是重要，但 artist 就是艺人的话，不只是要跳好，就是把这个变成消化好，做成自己的一个味道来展现，就是一个需要魅力。因为他觉得其他成员都跳，其实很强。只是如果他要讲的话 ，Jenny 的话很有魅力，他跳的时候，所以他觉得Jenny也很不错。 Lisa는 춤을 너무 잘 추고. 他说 Lisa 的话不用讲了，他舞蹈是已经很厉害的人。 Amazing. 他说就是他的舞蹈是 Amazing。 아, 우리는 이제 그 거기 뭐 서프라이즈까지는 아니고 이제 같이 이제 수고했다고 고생했다고 같이 밥 먹고 밥 먹는 식사하는 자리를 마련해 주지 맛있는 거 뭐 그런 정도. 블랙핑就是活动结束，因为dancer这边都很辛苦，所以帮他们就是安排一些好吃的东西，聚餐啊，就是对，都会照顾他们的。 그리고 예전에 우리 코너트 수고했다고 중간 투어 중간에. 헤드폰 아이폰 그 헤드폰 어 새로 나온 거 이어폰 어 헤드폰 그거 선물로 댄서들 然后就是 블랙핑 那边就是因为 댄서들 좀就是巡回的中间哦然后他们都很辛苦所以把那个苹果的那个新出来的那个很贵的那个耳机每一个我觉得他们都送给他们嗯很贴心的 중간에 就是重演唱会中间的时候실뭐춤 실력 노래 실력은 기본이지만 이제 나를 조금 더 표현하는 나를 내가 어떤 능력이 있는지 내가 어떤 강점이 있는지 내가 어떤 매력이 있는지를 잘 파악해서 그걸 개발하는 연습이 되게 중요한 것 같다고 그러면 기본적으로 춤이나 노래를 잘 하는 친구는 굉장히 많은데 근데 나의 매력이 뭔지 나의 강점이 뭔지를 잘 파악해서 그거를 자꾸 개발해내면 훨씬 더 좋은 탤런트가 나와서 근데 그게 굉장히 중요한 것 같아요 他说其实唱歌跳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就唱好一定要跳好但其实已经很会这两件事情的小孩真的很多所以现在是要赶快要找到自己的强点是什么我的魅力是什么我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赶快先 知道之后，一直用这个来多开发，就是一直要不断的努力，把我的强项更多强的，不是说啊我只跳唱歌，不是，这都是基本的。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要展现自己的魅力的时代，所以自己的强点赶快要先找出来之后呢，这个一直要不断的要开发，才可以就是有机会。他说这个很重要，就是个人的魅力。